跟你讲，我现在已经掌握了足够多的技能，就要准备回去报仇了。现在就剩变装了。变装？怎么变？今晚的晚会啊，太夸张了吗？那我再换一身。How are you? 恩才，你们说那个人我不认识，我叫杨珊珊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怎么会是他？不可能是他。钱先生，恩才，你怎么没有死啊？你说那个人我不认识，我叫杨珊珊。不可能，你别跟我开玩笑，我知道你在怪我。我看看你的胎记。啊？先生，最近在创业，扫个二维码吧。好啊。那请问小姐在创什么业啊？不然我们屋里谈。请吧。Cheers. 我全干，你随意。啊，对了，我好像还有一件事儿，我先走一步。啊？不是，什么都没干呢就走？下次再约，下次再约。他怎么把鞋落这儿了？43号，他会不会是4月3号来赴约呢？干嘛？
干嘛呢？这是我想送给您的礼物啊，喜欢吗？一看就是二手的，骗谁呢？这是我给我自己买的，我特别喜欢这款式。这。老婆，老婆，这。